大家好，我是王凯杰。今天那个7月31号6点57分，好，终于赶上了那个6点58分的火车。那今天去台中开会，哦，所以回来公司比较晚，那来到火车站又更晚了。哦，那也很幸运的，刚好就是可以赶到这班火车，所以就不用那么晚回家，然后忙家事忙到半夜了。好了，这是我今天要搭的火车。想要坐第几节车厢？坐第四车厢。第四车厢。这里有个空位，就坐这边，在这里。